好，我宣布是汪耀庆组合，罗杰夫的歌。我特别想要知道蛋壳第一次跳舞的那种感觉，爽耶、yeah ！那下一公你要跳舞吗？其实蛋壳哥也是给到我们很大惊喜的，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问他会不会跳舞，不跳，不跳，今天一直在跳，所以特别好，特别有惊喜，对对对，所以先把这个奖励先颁发给你们先 ，Jeff。刚好回家弄急了，如果是跳前面那种真根本跳不了，你这种你拿上台去给观众看，你不是那笑掉大牙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壳是一个很反差的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对，我就说我发现了，你其实你一直说不掐我，我看你蛮想掐的嘛。哎呀，指定让你上去跳了，那我必须得上去跳啊，那团队对吧，你得不能拉胯呀、啊。你家跳舞一定不愿意啊，你先让他感受那个感觉，呼，看那个表情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每一个游戏我都做得特别的尽兴，我跟魏哲鸣翻滚了那十几个那个前滚弯之后呢，其实我站起来是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，所以我使劲咬着牙，嗯，就坚持我走到了我的位置上，我自己还算是一个挺坚强的一个哥哥。这信已经都成了马栏山舞王了，我说我当然可以当个披荆舞王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腿比他伸的还稍微直点啊。